主料：剩饭10克、菜丝10克。辅料：橄榄油、鸡精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前夜蒸好的米饭，用的时候用水稀释好。前夜剩下的菜麻都是前夜，这个不是这个是上锅烧热热锅，加少许橄榄油加菜麻煸炒。加入步骤一的米饭，我加入了磨出高糖鸡精，少许盐，自己不喜欢颜色很深加料，少许生抽。烹饪技巧，加了饭的时候不停的搅拌粘稠状就可以了，这个时候小心点不要糊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